警方于日前接获线报，指称有男子失常枪械于本辖。经警方多日的追查，发现男子藏匿于本辖学校附近租屋处。经过多日埋伏守候跟监，警方于日前将男子查缉到案，并起获枪支两把及子弹数发，全案依法侦办。针对校园安全，警方仍将持续巡逻守望，以维护学生安全。